善行啊，但是做善行的同时，我是很慈悲的，觉得真的是平等的，带那些东西作为我的，跟我是平等的，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是很可贵的，感受到他们很想活下去，每条鱼每条虾都很想活下去，你感受到他们那种对生命的渴求，或者那种活生生的那种力量，你在帮助他们的时候，那种慈悲是不一样的。但是都是善行，都是善行啊，因为你在修正嘛，你看到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帮不到他们很久，你把他那个什么救了，他可能又被捞出来了，是吧？最终的你的救度就是你赶紧成佛吧，然后度他们不要再做鱼跟虾了，知道吧？对吧？只要他们在虾道、在鱼道，有一天他们总会被人吃，总会被大鱼吃小鱼，也会被鱼也被其他的食物链的高端的吃掉，是不是？我们救度他们，根本救度就是他们不要再轮回了，懂得真相，是根本救度嘛。今天我们出去说，我们说我们有钱好，我们跨三个月把那水产厂的鱼全买下放到海里，明天有钱捞回去了，是不是？有什么用呢？是吧？我们也哭，我们也慈悲，我们也可怜，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但是我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放水不，我们也继续买，继续放。但是你知道你真的很能帮，对，就一死，就一死，而且是救他一死，甚至你一辈子把他养起来，我就不让你别人捞，我就养到他老死，你救他一世。你说下一次他去哪了？你能吗？你能救他吗？所以只能成道。如果有慈悲心，你最后没办法，只能成道，因为成不了，你就什么也做不到，帮不到。非常有迫切感。是，很有迫切感。很有迫切感就挺好的，但是你知道成道，首先要放下自我的东西，就是那是一点不能含糊的。自我。如果你放不下情欲，出不了欲界，放不下光化身，放不下光明，出不了色界。概念文字你还着相的，出不了无色界，你都出不去，你让众生怎么出去？是不是？开始不是说我们能看破，不是说我们看破了，哎呀，老师我终于看破了，我成道，那你就成道了，是不是？开始的放下都是痛的，知道吧？当你升起慈悲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在这条路上，你会发现有些你会觉得你会有失去的感觉，很多东西会失去，你再往前走，世俗的东西在流失，在时间，因为时间精力是有限的，你做了这件事做不了其他事，就是这样，所有的世界的名利情欲，所有的一切跟你无缘，一点一点在往你后边推，你一直往前走，就是那样的，你不能回头，你不能停留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停在那不动，没有时间为一件事纠缠，你纠缠在浪费你的生命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菩萨道，永远在修行，永远，即使被一件事控住了，在这件事情不断的、不断的学习佛法，不断的去在这件事情解悟性，不断的在这儿戒，戒不了，马上往前走。一旦觉得这个力量太强了，自己马上往前走，就是说有些东西自己要突破，否则空有一番悲心啊。那怎么样呢？我们自己还在苦海里，希望慈悲能，我们的悲心能化成力量，对，才有用。还有无量的方便善巧，你才能帮到别人，对。而且永不厌倦的做，有方便善巧还要不断的做，做那些别人认为没意义的事，赚不了钱的事，知道吧？就真的帮不了，要无止境的救度，要没完没了的说，要没完没了的去讲，没完没了的帮，一千遍以后你才能救半个，两千遍你才能救一个，所以你慈悲，我们哭是没，就是说可以流泪，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那些泪会化成力量，你也许可以真的把它们煮了吃再点着，但是那就叫力量，那也叫力量，因为那是唯一的救度方式了，最后的救度，因为它已经被蒸了，那你就吃，是不是？它已经被蒸了，端到桌子上的时候，靠吃来救度，但明知道会有逆缘，
对吧？但你要救度，他就不怕结缘，不怕什么。